在县长李进勇的主持下，今年婚姻十大牌手的选拔活动正式展开。国府将再选出十件会当代表婚姻的优质农特产品，推荐给国内外的消费者，提升地方的食品产业。李进勇强调，送牌手礼是台湾最有人情味的风俗，婚姻的牌手礼是真好的选择。伴手礼也占了我们这个市场上啊相当高的一个产值。伴手礼它的素材通常都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在地的一些食材，也就是讲咱农产品啊所进制出来，为是伊来原来的因，为是经过非常精密的加工而形成的。婚姻的泡酒店有啥物受欢迎？李进勇表示，这是因为婚姻是全台上大的农业生产基地，而且农产品的生产甲加工技术拢有真优良的基础。那云林县它一个是一个全台湾上大的农业生产的基地，也因此呢，咱的农产品特别多。这几年来，大家努力，咱的农产品的质，包括伊的这个安全度呢，拢非常非常的高。啊，因为咱婚姻关系是农业生产的基地，所以讲咱的农产品的加工、食品的加工发展，我来相当的早，已经形成一个聚落，而且技术品质都非常的好。这几年来，婚姻十大牌手礼也已经在市场建立真好的名声。李进勇希望县内业者继续跟广府做伙努力，开创更加大的销售市场。我们希望这样子的努力能够持续下去，对咱婚姻观，而且农产品，咱的食品加工业者，都是一个真大的帮助的啊。那所以，2015年的十大伴手礼的选拔，从那里开始啊，我们已经敲锣了。咱伫遮咧，也欲欢迎更较侪的业者，啊，愿意将因的骄傲的这个产品呢，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评选啊。婚姻十大牌手礼今年的选拔活动将分两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由专家学者进行初审，第二阶段则由民众透过网络来票选，入选的牌手礼，国府将协助促销推广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